哦，嗨哟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早上的直播，我们用直视的方式，这样大家拿手机比较好，方便看。今天礼拜一，不要不录哦，天气非常的好，所以山上也是风光明媚。现在看到的是福寿山农场的鸳鸯湖。夏天的鸳鸯湖，虫鸣鸟叫，可以听到很清脆的鸟叫声。旁边的樱花树都结了樱花果，非常的漂亮，鲜艳欲滴哈。但是呢，这个连鸟都不吃，就知道它又酸又涩啦。鸳鸯湖早上真的很放松。早安，好，我们的紫藤花已经结束了。虽然还剩下几朵，晚开的还有。来，大家去欣赏鲁冰花。这是我们的温室，花房温室，里面有很奇特的花卉哦，但是我们这个不开放。温室外面可以看到我们的百合、水仙，这几棵东西老长啊。百合、水仙，我们的花期是在6月份，这个都偷跑的。啊，主要的赏花的区域是在宋庄的停车场花圃。来，这一个花墙，这个花墙后面是厕所，简易的厕所啊，方便大家走到这边可以上个厕所，洗个手。这是我们的海域，农场的海域是种在干的地上哈，那海域适合比较树荫下、比较阴湿的地方哈。那我们的海域可以走进来，没有关系，靠近它拍拍照。这些都是白色的海域，白色的海域很蛮高雅的啦。很大朵，跟阳明山送在水田里面的不太一样，比较大朵。这几天天气都不错，昨天午后有稍微，傍晚的时候稍微滴了一些雨，有看到鸟了吗？跑掉了。鸳鸯湖真的是一个赏鸟的不错地点。这片上面的这个森林也不错，阳光洒落的时候很漂亮。这就是我刚才讲的，我们的厕所，简易的厕所。男生女生的都有，这边可以稍微洗洗手。户外的厕所做这样景观也不错啦。走出来就可以欣赏到我们的海域，再走过去就是我们的华泰园区。这个叫香冠柏，顾名思义，摸摸它，闻一下，很香，有一种香茅的味道。
我有打错日期吗？昨天晚上有下一阵雨，这是我们的鲁冰花，彩色鲁冰花。那可以看到前面这边的是紫色的，紫色的比较早开，最前面这边也是紫色的，也是早开，中间这一部分是彩色的，现在正开始要开，超美的哦。现在雪山主峰被云挡着，这边这样看过去视野是非常棒的。那两根点灰条啊，真的是很碍眼啊，我嘛不阿多。伟昌，嘿，有啊，我在华大园区。你哪时候过去找您？哦，半个小时。哦，谢谢昌。鲁冰花，彩色的鲁冰花。鲁冰花因为很有名的电影，有一部鲁冰花的电影，所以配合鲁冰花这首歌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地上的娃娃像妈妈，天上的眼睛眨呀眨，妈妈的心呀鲁冰花，妈妈的心啊，鲁冰花，所以这是代表母亲的花，鲁冰花。那因为鲁冰花是一般我们在茶园里面作为氮肥哦，就是绿肥啦，就是它长大之后会搅到土里面哦，会有一个固氮的作用。那氮肥是增进植物叶子生长的一个肥分，所以它搅入土里面化为春泥，然后滋养着其他的植物，像母亲的一样的伟大。这个角度不错啊，很悠闲啊，嗯，倒也倒多。我们鲁冰花里面有做步道，嘿，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步道啊。现在我们常走进去的那个地方也都是步道啊，可以走到步道里面，就像在花海里面，很漂亮，也很方便的拍照啊，很适合网美网帅啊来这里拍一下啊。那因为我们的背景有前景、中景、后景。前景就是我们的鲁冰花，中景这边是我们的苹果园，远景的话就是雪山。前景、中景、后景都有。那像我们常常走在那个铺石砖步道里面哦，可以闻到鲁冰花的香味，置身其中，真的美的不要不要的。山上天气很好，礼拜一的早上，不想上班也是得上班呐。
花期持续到六月初。这些花苞都还没有开啊，这些花苞都在开。对，鲁冰花的花期相当长，整个5月份都是赏花期。早上有不少游客来这里欣赏。好，今天的直播，现在算是开到6、7成，还会继续开。花期一直到6月中、6月初啦，主要的赏花期到6月初。然后彩色的这部分，因为之前受到寒害，所以它比较晚开。